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朋友、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大家中午好！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阳光老人中心的双亲节 party。我是阳光老人中心的创始人黑泽柱。为了迎接双亲节，阳光老人中心特举办在海悦大酒楼，为所有的母亲们。准备了很多礼物，有温馨的保温杯与浪漫的鲜花，还有很多礼品、演出、跳舞、小品、抽奖等，还有酒楼准备的美味佳肴，让大家一同欢庆双亲节，祝大家吃好喝好。
阳光老人中心2021年开业以来，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，由开业之初到现在，已从0到200多号了，一路艰辛，但我们始终坚持并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赢得社区及领导的支持和鼓励，以及在座的各位朋友和会员的认可与支持。目前参与我们中心的会员逐渐增多，我们所背负的责任也随之加重。为了更好地服务每一位老人，我们在饮食、卫生、舞蹈、活动等事情上做了大量工作。参加表演的叔叔阿姨呢，几个月的辛苦排练，精彩的演出，让阳光老人中心变得多姿多彩。想老人所想，做老人所做，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宗旨。尊老敬老、关爱老人，是我们坚定的服务理念。那么我们在阳光老人中心每天都很开心、健康的养老，是我们终极的追求目标。阳光老人中心作为一项社区服务性行业，希望能为我们的华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。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各位老人家和朋友的支持。我及我们阳光老人中心所有工作人员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，为每一个老人提供最好的服务，让大家开心健康，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。再次感谢现场的所有领导以及在场的所有家人朋友，感谢你们陪我们全体会员度过难忘的母亲节及父亲节。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及父亲们节日快乐，并祝所有人健康长寿，所有的家人朋友。今天十分高兴，也非常荣幸，受阳光老人中心董事长朱海红女士之邀请。首先，在此我向所有的父亲母亲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感谢。阳光老人中心环境优美，设施齐全，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关爱。Yeah.
谁？有请。想要得到妈妈的。
自优美的古风舞蹈扬州梅，有请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抽奖的，所以再稍等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最后一首歌有曾老师指导的谢给妈妈的歌，有江淑玉阿姨、董善玉阿姨、管金生阿姨、管玉英阿姨、叶恩惠阿姨、卓秋芳阿姨，有请。反正也很受伤，就算岁月有伤痛，我。
一件遗憾的事，就喝一杯茶，听愿深深秋叶飘。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，他们
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一幅画，可能太天真的芳华都绣在了心里吧，陪伴是回答。对他说别哭，他病中对他说别哭，爱是两个小人遇上都在努力给对方照个亮，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，他们挽着手把生成一幅画，可能太天真的芳华都绣在了心里吧，枕着光的路上有个他不怕。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经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天地虽宽，这条路越难走，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，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。感谢有你伴我
心。